好歹应该见一面啊，怎么就回来了？你要是难过，你就哭吧，哭出来就好了。我就是这样的，有什么糟心事哭出来就全忘了。要不我们去大吃一顿吧，化悲痛为饭量。 你说句话呀！你这样我特别慌。你这样我们俩都很担心你，心里有什么就说出来，别憋着。 你自己在这水深火热的，要死要活的，人家呢？人家那边风轻云淡，毫无波澜，你这不是折磨你自己吗？曼妮，人家两个人在一起很多年了，不是夫妻也胜过夫妻。你在赵俊宇眼里，你就是多出来的第三个人。 我不是第三个人，我知道我这么说很残忍，但这就是现实。人家两个人在一起七年了，七年的感情，七年的陪伴，一个人的人生能有几个七年？你不是他们这段关系中第一个出现的人。 也可能不是最后一个。我知道你现在觉得特别委屈，可你想想赵靖宇，他做错什么了？他不委屈吗？至少你身边现在还有我们两个，我们可以听你诉苦。我不想听，你们走。 曼妮，你别误会。哎，曼妮，曼妮，王曼妮，我不管你现在有多伤心、多难过，但你要明白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自己爱你自己。这个坎儿，你一定要迈过去。 曼妮，你听我的，任何时候都不能输了姿态。
下的泪，就当清洗过往。每一滴送他一程远方，我会不慌不忙去世界逛一逛，只会机场离开一个，至少排除一个，不说那些并不值得。今天我约你来是想最后再跟你谈一次。谈什么呀？你难道都不好奇的吗？之前梁正贤提前订好的机票、酒店、船钱的票是给谁的？你不是就想说是给你的吗？不是的，都是给像你这样的女生的。每隔一段时间，她身边都会出现一个。我跟她虽然不是法定的夫妻关系，但是每一次都是我出面帮她解决这些女生的。并不是他拿我没有办法，而是一种默许。他先前赶过了，不想要了，又不想自己做坏人。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找我出来宣示主权，让这些女孩子自动退出。这也就是我跟他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。其实我可以感觉得到，你跟过去那些女孩子都不一样。连我都差点觉得梁真贤动了真情，真的要抛弃我了，所以我一急就跑到你店里面去捣乱。我知道那样不好看，不过现在看来啊，我还是高估你的重要性了。他又一次躲了，所以才会有我跟你这次的对话。所以是梁振贤叫你来的。你说我跟你两个人看起来谁更惨啊？从明天开始我就可以放过你了，但是谁能放过我呢？我不是没有想过要放弃这段感情，但是七年的圈养，我真的不晓得我要怎么样子自己面对生活。我也不晓得将来还有多少女生需要我去解决，但至少这是我擅长的，不是吗？这个小区你应该不知道吧？是梁正贤在上海的家，他每次来都应该只带你去酒店，对吗？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永远不会把自己真正的底牌亮给过客的。谢谢你宝贵的时间。